做人就是辛苦，我知道，没有谁能替谁受煎熬，何必夜里睡不着，唉声叹气，别人命更好。有心在做，谁都看得到，一步一个脚印错不了，何不说说真心话，何不勇敢活一下，善恶终究有回报，我换个微笑。过一天我做一天，清清白白不埋怨，求问心无愧，就算口袋没有钱，过一天就拼一天，开开心心睡得甜，时时刻刻我都心存感谢，过一天我做一天，认认真真不埋怨，我不比别人重要，也不受轻蔑，过一天就爱一天，有情有义有感觉，风风雨雨我都不怕危险，过一天我做一天，认认真真不埋怨，我不比别人重要，也不受轻蔑，过一天就爱一天，有情有义有感觉，条条大路我都昂首阔步看蓝天。我都昂首阔步看蓝天。先跪下，你当本钦差是个昏官？一对不二法，那可由不得你。继续打。是。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！哎呀！住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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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人，你干什么？大人，如果不准罚钱的话，是不是能够替代受刑？我愿意代替秦老伯来接受这几个板子，来打我好了，打我吧，打我，打我！王府，哎，罢罢，钱跪下，算你有福。今天王府替你出面求情，本官就饶了你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王府，你过来。多亏你发现了密室，将阮济祖是人赃俱获，顺利破案。这悬赏的1000两金子，全数归你。谢大人，谢什么？这是你应得的。信臣，是。待会儿把这1000两金子送到王府家去。是。谢谢，麻烦你了。先跪下。你真是目光如豆，视人不清。这一块美玉摆在你的面前，你却将它弃如敝屣，你真是无福之人，不配享福啊！退堂。慢点，慢点，王府没事了。夫人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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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王府多好啊！阿伯，1000两，你这个黄金，咱们好好商议商议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好，现在这个事情总算有个了结。虽然田伯父他们挨了一顿打，也至少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情了啊。正所谓是缘落幕满啊，是圆满落幕了。啊。姚红，这次多亏你爹明察秋毫，对我爹也手下留情，你一定要再次代我向你爹谢谢，好吗？事情结束了，你要回到你爹身边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京里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这个天底下没有不散会的饭局啊。姚红，来，我们敬你一杯。来，姚红，我祝你们终有一天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信你。现在我爹在态度上有一点转变，我想希望是很大的。对，既然我们锲而不舍，你总会答应的啊。哎，耀红，你要答应我，等到了那一天，你可一定要和我们喜酒啊。我喝，我一定喝。哎呦，什么兄弟，你喝成这个样子，你醉了你。我要借酒浇愁，借酒浇愁。哎呀，不能这样喝的，姚红，你，姚红好了，姚红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舍不得，我又何尝不是这个样子呢？要不是你跟你爹父子情深，我才不愿意放你走呢。但我从小就没有兄弟姐妹，父母又早逝，这亲情的事情一直是我深以为憾的事。自从有你这个贤弟，我就觉得我没什么好遗憾的事儿啊。阿母，认识你是我这一生最美好的事情，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你对我的影响有多么的巨大，我永远都会记得你的。傻瓜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我们现在又是诀别，是吧？我还会去找你的，只要你不嫌我烦就行了。嗯，阿母，男人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来，我们今夜好好的喝一场，把这些忧伤都付酒杯间。对，别哭了，来，我们好好喝一杯吧。兄弟，拿着。哎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只怕酒入愁肠，更化作相思泪。哎呦，阿福、一叔啊，你们来了！哎，快！爹！哎呦！别动！别动！怕好！哎呦，可是这是贵客临门，我这什么样子嘛？啊，贵客？谁呀、啊？在哪？你田伯父说的就是你。我？贵客？哎呀，不敢当！哎，不敢当！我真是拿的。哎呦！不是，有没有怎么样？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吗？医生会不会伤口又裂开来了？别碰！啊！我用乌鸦嘴，什么乌鸦嘴啊？现在是飞上枝头成凤凰了，是凤凰口，你是凤凰口啊！好了，说真的，英叔。这次回来，不许你再走了。娘，你要是再走，阿福要怎么来娶你啊？您再说一遍好吗？田伯父已经答应你一个婚事，要给你们许个黄道吉日，让你们拜堂成亲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！不行，我把拿下。爹，对不起，不，这疼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是乐昏头，我不小心。阿福，哎，阿福，混账东西，哎，这么不懂规矩，阿福是你叫的吗？要叫王少爷。王少爷啊，是王少爷。不敢当，叫王少爷什么事啊？衙门派人传话来说，钦差大人请您过去一趟。
哦。对不起啊，请问，对不起啊，这位姑娘。姚红，是你吗？你为什么打扮这个样子？你怎么说这种话？什么打扮成这个样子？人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！啊？什么？这个样子，本来是女孩，对，是个女孩。我，哎，陆伯伯，你说，姚她真的是个女孩啊？没错，她是我唯一的掌上明珠，只可惜。他娘过世的太早，而我始终又没娶，所以啊，对女儿家的事儿完全是懵懵懂懂。倒是小时候亲眼看见我手抓飞贼，从此就对我这个爹敬爱有加，极力的模仿，所以就跟拳脚刀棒混在一块，学得了一身男孩气。这个孩子啊，是我的最爱，可也是我最大的烦恼。原来她是个女人，哦，我还跟她同处一个屋檐下，朝夕相处好一阵子，她怎么会是个女人呢？我说王虎，你们之间还不止如此吧？你们还同榻而眠，还有肌肤之亲，是吗？不，伯父，不是，那是，他是，我一直当他是个男的啊。可是，事实就是事实，姚红明明是个女孩。伯父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要你娶我女儿。不能，我已经要跟医叔成亲了。他的父亲好不容易终于答应我们的婚事了。田桂祥那个老糊涂，他根本不配当你的岳丈。阿福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俗话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田桂祥他不可能真心的对待你，不像我打从第一眼看到你之后我就欣赏你，重视你。如果你能够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个缘分，我愿意倾心相待，把你当作是我自己的儿子。伯父，您太看重我了，我也是真的相当珍惜我们这一份感情。那你的意思是答应婚事了？不，我没有答应，我不能答应。阿福，我说阿福，你难道宁愿放弃我这个岳丈，去受田桂祥的气？是，伯父，您说的这些道理我全都明白。那你还？可是，伯父，我娶的是媳妇，不是岳父啊！啊！对，田伯父他对我好，我当然开心高兴；他对我不好，那也没办法，我也习惯了，就逆来顺受嘛。而且不一直都如此，重要的是，英叔他对我好，那才最重要啊！你看，所有人都在唾弃我的时候，只有他支持我，他相信我。哦，是吗？嗯，只有他。我说王福，你再仔细想想。哦，还有小满。哎呀，这姚红，这不就是了吗？王福，你要知道，
他为什么会为你挖心掏肝呢？因为他喜欢你，他爱你呀。阿福，你不知道，在京城里的时候，我也是费尽了心机安排各种机会，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一个男人动过心。他自从遇见了你，他可说是脱胎换骨，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开了窍啊。你一定是误会了，如果他对我有情感的话，那我应该早就发现。可是我跟他跟我们只是兄弟之间的感情。阿福，你说的没错，可是那是逼不得已呀。他明知道你对田姑娘是一片痴心，他只能藏身在男装下来亲近你，照顾你。他把伤心、难过、失意、流泪全都藏了起来，你当然看不见，你当然不知道啊。可是我知道啊，织女莫若父。当我看见他为了能够跟你在一起表现出那种快乐高兴的样子，甚至为了你能够兴起女为悦己者容的这种念头，这一切的一切看在我这个做父亲的眼里是多么激动，多么感动啊。你是那个我求了又求盼了又盼的那个人，不是我夸大其词，这个世间再大，除了你能够救姚红之外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救姚红啊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了我这唯一的女儿，如果要我跪下来求你答应，我也愿意。你真的要我跪吗？来，哎，不可以，你绝对不能跪，绝对不能跪。这所有的后果我承担不起，您要我娶姚红，那英叔怎么办？英叔是我最不愿意伤害、最不愿意辜负的人。是，我给你跪下，我给你磕头，好不好？你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。你给我起来，王红，你这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是说你可以辜负姚红，对不起姚红，就不管姚红的死活？哥哥，你是啊？你姚红，你不要再逼他了，这样算什么？简直是自取其辱！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就停止这一切，否则你要担心的不是我会伤心而死，是羞愧而死。姚红，我是仙。阮母嘛仙，阮翁嘛仙，吵吵闹闹吵袂散，虽是老先生。嗯，哎呦，我看阿福啊，这下可真是时来运转了。那个钦差大人似乎很重视他啊。哎，阿福！哎呦，阿福啊，你回来了，我们正在说你呢。阿福，陆伯伯找你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有意要提拔你，给你个官儿做做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！哎呦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娘，找到什么啊？哎，英叔啊，阿福，来，你们看看。英叔，等你出嫁那一天，我让你带上这个。配上大红的衣服，一定美极了。娘，原来你翻箱倒柜就在找这个啊？日子都还没定呢，瞧您急的。爹，娘，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娘，我在外头听到了一个天大的消息，他们说，好啊，你在这里呀、啊，正好，我问你。我听人说钦差大人要招你为女婿，是不是真有这件事？哈，弄了半天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官，是要你去做个新郎官啊。伯父，我没有答应啊，我什么官都没有答应啊。算了吧，这种事情由不得你不答应，
而且现在外面已经传得满天飞，说你跟陆瑶红木已成舟，你非娶她不可。这跟瑶红兄弟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呦，英竹啊，这个陆瑶红是个女人哎。这陆公子怎么会是个女的呢？阿福，快跟我说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冒出个什么拜把的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一攀附上一个凤凰，然后就喜新厌旧，然后就假富虚狂，暗度陈仓，是不是啊？不，您不要冤枉我，我也是刚才知道小黄她是个女的，怎么会？早来了，你们曾经住在一起过，天天吃睡在一起，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你说这种话，我们谁会相信你啊？我杨红啊，杨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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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我说吧，叔叔，你们怎么样？你们说呢？你不要管我，你都已经要娶别人了，你还来赶我干什么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那我怎么说你才相信？那我对天发誓好了，苍天在上，我王府要是有一点点欺骗英叔，要是有存二心的话，我愿意献天打雷劈，劈把我打死。谁叫你发毒誓的？你也不怕？快起来！你这种人，每次说这种话都灵验的，快起来啊！我一点都不怕，因为我对你是一片真心诚意，此情可以问天。我当然不怕被雷劈了。叔，我知道你只是一时的情绪激动而已，你当然知道我是绝对不会辜负你的。如果你真的气我不相信我，你又怎么会为我那么着急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这一路走来，曲折无数，好不容易雨过天晴了，为什么又有了变化？你放心，无论如何爹都会排除万难，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一定让你达成心愿，嫁给王福啊。爹，你可以放120个心，你这么疼我爱我，我是不会做出什么让你伤心的事，你绝不会亲身去寻死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我爹，你不要再为了我去排除万难，去为我逼婚了。哎呀，这怎么是逼婚呢？爹这是小以大义，再说王福也应该对你负责任的。不，爹他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招惹来的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心有所属，情有独钟，可是我偏偏就要淌这个浑水，弄到最后自己情不自禁，难以自拔。阿福他有什么错？由始至终他只把我当成一个哥们，
怪，就怪我自己自作多情。孩子，别说的那么可怜，爹听了心疼的都快要裂开来似的。不是爹私心偏袒你，你心地那么好，又那么善良，你和王福还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、啊！不对不对，人家已经山盟海誓、刻骨铭心，相爱到这么深，王福的眼里怎么还会有我呢？女儿，爹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再乱点鸳鸯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去拆散人家。弄到后来，艺术崩溃了，阿福心也碎了，那我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？那你就把崩溃、心碎、痛苦一个人全包了。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够心安理得、快乐幸福的过日子，这太没有天良了。人家能不能够心安理得、幸福快乐，那是人家的事，你就别管了嘛。可是，那他委屈你了，你女儿命该如此。哎呀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不要管我，就让我疼死好了。爹，是女儿不好，女儿不对，要怪就怪我不争气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弄得你伤心烦恼。女儿不孝，女儿大大的不孝。妖红，妖红，妖红。我是仙，父母。我是仙，我是仙，阮阿妈仙。我好彷徨，原本以为你将爬上云端，可是现在却又重重的掉入地面。造化弄人，怎叫人情何以堪？文具干娘，能听熊姐姐说的好可怜呢、啊。这是麻烦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为什么到峰回路转更麻烦的事情又发生？有人来了耶。干爹干娘，是陆小姐。啊，怎么样啊？冤家路头下啦，啊，等等等等，小肚头吧。嗯，人家两个没冤仇，你怎么说人冤家？这歹讲。情到深处无怨言，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写照。既然一定要从我们之间选一个，那我就决定成全阿福和姚红他们两个人吧。这个早孕啊实在是足功德的，心肝神灵吧。至于我，有些事情好像冥冥之中早有定数似的。我曾经在动过出家为尼的念头，也许这就是我最后的归宿吧。不可以，姚红，英叔，你放心好了，今天晚上我就会不告而别，走得远远的。不，你要离开，你不是对阿福一往情深吗？一切也怪我糊涂，作茧自缚。越陷越深，但是我绝对没有横刀夺爱的意思，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想当初阮济主硬要娶你的时候，我也是愤愤不平他的所作所为，我现在又怎么会做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呢？我相信你，我当然相信你，感情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的。阿福能够有你这么一个痴心相对的女孩，是她的福分呢、啊。别取笑我，
我是真心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能听到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请代我转告阿福，说我跟他说声对不起。你们成亲的时候，只怕我不能到场，请他原谅我。原谅我这个兄弟，你要去哪里？天下之大，总有我容身之处吧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伤心的离去。我想阿福的感觉也是和我一样，不愿你这样子离去的。这只是暂时，很快你们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。我会忘不了，怎么忘得了呢？别看男女不说，我们必定同生共死走过一场，这种感情已经深入心里去了，不是吗？不走也不对，不走也不对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哪位啊，今到时候该管的办法不哈？其实要改观法简单，是讲看你肯哦。哦，原来你是看破，你早都有办法啦。啊，你现在不要紧讲。啊，你看人家在我的小体赛事啦，啊，提来提去，顾客安怎提，总是有一个人会去受到伤害啦。其实咯，这个关键是伫一念之间啦，只要会当一提甲改住住。嗯哼哼，我们继续讲。我当你敲敲人，都把我讲较清楚。哦，你是讲，好啦，我知啦。讲到你两个哦，实在心肝足善良的哦。老婆，免烦恼，免烦恼，来来来。您拄仔咧讲的话吼，我拢有听着。我替您想一个好办法，我建议您结拜。结拜？嗯。你进前是女扮男装啊，所以甲阿福啊结拜的代志都无准算。查某甲查某结拜唔才对。啊，卡叔哦，恁两个若是结拜，就是一对好姊妹啊。哎，古早古早。唔是有一对好姐妹，一个叫做娥皇，一个叫做女英，你敢唔捌听过？那恁两个巧巧啊，唔免我教，恁自然就会晓。嗯，娘子，你我那骨较巧，唔免我教，你嘛晓。阿福，你究竟怎么跟英雄说的嘛？我可是先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你要是处理不当，让殷叔有什么想不开的话，哼哼，我绝不饶你。哎呦，爹，我不是一再的提醒你吗？千万不能坐下，不能坐下。是啊，是啊。哼，这还不全是你害我的。你还在我面前晃啊。哎呦，他真的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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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能走，都不能走。青山大人，不干我的事，不干我的事哦，你要算账吗？找我岳父啊。我来找你的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把我怎么地吗？
我是来谈判的，阿福在这儿也最好，今天大伙儿把这件事情就讲清清楚楚。没什么好谈的，阿福要娶的就是我女儿，没有别人。嘿，你讲不讲理，我女儿的名节怎么办？哼，你女儿的名节就是名节，而我女儿的名节就不是名节。可是总有个先来后到吧。是阿福跟姚红一起先住的。笑话，你要讲先来后到是吧？阿福跟英叔是自小就定了亲的。话记了，你早把婚约给解除了。我能够悔婚就能够复婚。你反反复复颠三倒四，你是墙头草随风倒。你是狗尾草墙出头。你哼，哎呦，我活该。哼，这下可好了，我看待会儿要是真翻脸了，这钦差大人也顾不得颜面，一定会抢西洋火。对呀，到时候就不是屁股遭殃，是脑袋要搬家了。我是仙，父母马仙，婚安马仙，吵吵闹闹咋回事？最是老先生。我说，阿福啊，你得好好的想想啊，我唯一的女儿可是握在你的手里哦，你别听他的，娶英叔，娶姚红。两位伯父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任何一个人我都不愿意伤害，可是你们一直这样逼我，我怎么办？你们在逼我，我会逼得我去杀马威尼和尚啊。阿伯，姚红，银竹，你们怎么会在一块儿啊？这件事情关于我们两个人的终身幸福，需要经过一番恳谈，长谈之后，我们终于有了结果。结果？快说，什么结果？既然双方家长都不肯退让，这种事也说不出个谁是谁非，我们三个当事人也都难以取舍，那么只有交给命运来决定。命运？命运是谁啊？你们要上哪儿去啊？你们上哪儿去？你们到哪儿去啊？啊，现在恁丁家甲陆家，啊是为着烧钱这个竞赛，在遐咧分袂平哦。我看吼，恁安尼阁继续争落去，嘛无一个解决的办法啦。两位小姐，啊无我着较家婆，我来做一下公亲的啦。啊，我甲恁两家伙啊，非亲非故吼。啊，而且我是来这个庙咧行愿的人咧，我对神明哦是足尊敬的。啊无，这件代志着交代我的身躯，啊恁做你放心。我绝对不敢在神明面头前乌白讲话，我绝对袂无私心啦。今嘛呢，这个签单顶头十二签，啊顶面拢有签诗啦。啊，两位小姐才轮流来抽，什么人来抽到跟姻缘有关系吼？就是往后命中注定的佳偶。你们两个真的认为这样好吗？娘，要不然你有更好的方法吗？姻缘是天注定，神明在上，一定会公平处理。哎呀，女儿，你放心，一定是你。阿福，你说。不管你赞不赞成，我们两个都已经点头了。除非你两个都不要，那我们就无话可说了。不是我不要，我。那你就开始抽吧。好啦，对啦对啦，来来来，有缘有分的人吼，就放打不散；啊，那无缘无分的，嘛无法度强求啊。想不想听？哎呀，当然，我们家姚红先抽。姚红，英叔姐姐，你先请吧。哎呀，您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写什么？一
招金榜，快提名。哎呦，这是求功名的，求功名的嘛。女儿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，快去。拜托，是做生意的。这个，银叔啊，银叔又该你了，真气点啊！姻缘自是由天定。啊！姻缘呢？你们听到没有？啊，说姻缘，姻缘听到了，听到了。银叔抽到了姻缘签，银叔，恭喜你！啊，银叔啊，来把它念完了。对呀、啊，快点念完，念完。后面写什么？哎，姻缘自是由天定，一生福星来高照，双人帮扶逍遥渡，富贵荣华谁能及？准呢准呢，一身福星来高照，说的不就是王福吗？还有啊还有啊，富贵荣华谁能及？哎呀，这多准呢、啊！准啊！钦差大人，我们要回去办喜事了，不奉陪了啊！等一下，怎么你想翻脸不认账？哎呀，不是啊，刚刚在签文中有一句“双人帮扶逍遥渡”。你没听见呐？哎呀，我看啊，这里头另有玄机。老胡，你再抽一签，让大家弄明白。快快快！我是仙，父母马仙，阿妈仙，吵吵闹闹做袂仙，虽是老先生。古有娥皇和女英，今有英叔和姚红，双珠贤惠同伴郎，天长地久到白头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娥皇和女英都是远古尧帝的女儿，一双姐妹花，后来双双嫁给了舜帝为妻，传为美谈。古有娥皇和女英，今有英叔和姚红，那这么说，我们哦，阿福阿福，哎，就是享其人之福嘛，啊！哎，我女儿的名字怎么会在庙里的签文上呢？这不关我的事哦。啊，这是土地公庙，你都要请教土地公。这、哎、别这呀那的，这就是土地公显灵啊。这两全其美，皆大欢喜，有什么不好？你们瞧，他们三个人既不反对，又挺高兴的样子。咱们皱长辈的就不要再啰里啰嗦了。啊？你这红红红。实在是戆人有戆福，倒边是娥皇，啊正边是女英，连我都认真。嗯，娘。啊？啊？两位娘子。咱们来喝交杯酒吧，啊，姐姐，您先请。我站中间好了，我站中间。
你们两个先喝。那你们两个先喝好了。啊，不不不，姐姐先。根本就是嘛，一起喝。爹，你怎么可以偷看我们呢？爹，你还不快走开！啊，好好好，我走啊，我们走啊啊，我们走了啊。叔叔，他走了。